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吴三和爆亮，今天要为大家回顾的是昨日的拳皇争霸。昨日我拳皇争霸没有空的情况，打到四强赛第四名的成绩。成绩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次的话，拳皇应该是九胜一败入八强。我们从第三场开始看。第三场遇到的是十二万的罗巴，我们封巴最近在开第六门，但是29万，我先来带着大家看一下。封巴目前在开第六门。第三场，这个应该是直接一个一波带走的。好，再来看第四场，第四场是遇到胜利大的火舞，胜利大火舞31万，然后我们是白炉，这应该是胜券在握。かかってらっしゃい。ジョイ。无语是狂狂的。哦，再看第五场遇到皮子，他的是朗特，40万的朗特，欸，我们百草竟然可以获胜，来看一下。こっちだぜ。ほら、この。他没小气。満足したか。この。ほら、この。オッケー。ほら、こっちだぜ。ボディーが。KO。而且他都没小气。到的是快29万的严克，还是 K， 战力算悬殊。Lady Go， 那做得不赖，一个小技能就可以把他给杀了。接接，互相暴击，互相伤害。再看第七场，第七场遇到是37万的白鹿，我们的朗特获胜哦。看我们的朗特也是狂狂的。这小子，暴击就快发生。哦，他没有开本，所以他没附魔。但是他有练到六星没有开。第八场遇到复活大的霍季，4星44万，那真的是很狂。我们是六星的，这样霍季打霍季。这还有加战魂的那一个效果。我が前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無駄だな。那个复活大是装守护。
駄だな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無駄だな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互相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無駄だな。無駄だな。如果大家都可以这样升级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结果应该就不一样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完算是满血的，快满血的状态。我们来看第九场，杨戬大的爪巴，55万的爪巴，我们是阿修，阿修竟然在。Lady Go， 他还开大招。そのまま死ね。遊びは終わりだ。暴气带走。不好意思，遅いよ。大手技暴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决赛，阎罗大的爪巴60万，我的爪巴也才40几万。哇，是先手。这个大招的带走。そのまま死ね。遊びは終わりだ。这样有录到八强赛事，来看第四强赛。哦，第三、四强赛我这一场会输。霍季，然后李罗跟真理，这一场我将会输的，我会赢的。反倒我压抑。我来看一下这袋子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無駄だな。そりゃ友人客。よっしゃ。そりゃ友人客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極限流を増え増え。無駄だな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まいよ。無駄だな。見事だ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見事。有门。我が前に敵はなし。無駄だな。好险有浪费他一个大招，不然的话怎么赢？極限流を。所以是风霸一次打两次。Lady Go。Lady Go。よくここまで来れたな。どうする？
死ぬるんだ。よくここまで来れたな。バカめ。我超惊喜。烧死。哦，这个赢得很运气，真的赢得很运气。好，我们再看半决赛，林中大与暴风、破季跟阿修。我们的话算是完全没有机会，因为我也没得空，这是离线。跟暴风一样在战。哇哦，满血！看这房卡都是被他虐着玩了。战力差的太凶。こっちだぜ、ボディが。まだまだぬるいですね。お別れ。好可怕。レディーゴー。ち、なんなの。ティア、まだまだですね。いかが。我靠，一个小技能，让我至少打死他吧。这个女暴风好狂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冠军赛。冠军赛的话，林冲对阎罗，3729 37。我们来看阎罗大的。会不会也有无名呢？没有无名的话，剩第二场用掉。这一场的话，阎罗也是胜券在握，战力蛮悬殊的。Ready go！ 当然的结果だ。神少爷。当然の結果だ。少爷弱弱的。レディーゴー。なら燃えつけろ。すぐ楽にしてやる。一个吸血率，哇，这个吸血率，再来一次热场。也是狂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恭喜阎罗大获得冠军，那我们是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。那我们的这一次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